对，胶带包不过敏的，不过敏，现在几公斤包的？可以吧？好，胶带矮的我给你包死。 你长出来剪好脆呀、啊，嗯，特别脆，没有韧性。这个什么时候来？那个七天，明天开始算第一天，然后就七天掉了呗。啊，不会掉，你注意点，它会掉的。哦，你手上。下面挺硬的。下周六来吧，今天周六吧。下周六。 长得全部跟肉连在一起。 奇怪，在这里面，原来，我跟你说，有时候人家讲啊，你密语啊，这种原来很少一个，然后我有点抠，抠的，抠了有没有抠破啊？有抠破过，抠破不好止血是不是？哦，没没淌血，反正。